摄像头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！啊？战斗层次太低，等有更好的我再来。啊？全军出击！啊？怎么个事儿？我操！手握大权，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问罪杀头。啊！什么啊？好爽啊，兄弟们！啊，怎么赛季初有演员啊？你赛季末有演员也就算了，你赛季初有演员。只有英雄才会刀下留情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啊？有了三分钟吧。哎，别三分钟啊！我操！哦，没有三哦啊！我接单子不接啊？什么单子啊？哎，老虎的，卡血条了，看不到了。我操！我直接起大飞了，兄弟们！他们害怕的是我兵刃，而我就是兵刃，忍人不住。走位走位走位。Enemy double kill。看你锤时间。我是刺客女皇，凭借雷霆。艾欧尼亚翡翠二道大师。欢迎任何人。下个包天吧。加我 QQ。我直接爆杀！我现在跟你说猛得很，我现在。我现在刺激能清两条线啊，太爽了吧！多视野，这个塔不用推了。没明白这是个怎么个事儿啊，两个刀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怎么个事儿呀，上来就送。我不知道啊，打狗子边不着急啊，我有水平，我这么着急干嘛？这有水平的。来 K 头。我的统治坚如磐石。这样送啊？我的意志看不懂。忍如金刚。我操，头一回这样看到这样送的。我们这边也没王者啊，我们就有个大师，而且还赛季初，赛季初拿号来演没必要吧，兄弟。
就是我们这种有点过分了，掐了分还把别人举报了。灵药加身，上家之拳。我的技能还是作为的。还可以把别人举报了，好过分啊！应该是抢位置吧？他自己补位了呀，他自己也是 AD 位，应该是那边有人跟他吵架了，直接摆了。那只有一种可能，请演员我觉得不太可能。请演员的可能有点小，看将皇冠洒下鲜血，我也迫不及待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啊，推了这个差不多可以回家了。原来是上把有恩怨，或者是吵架了。哎，好无聊啊！你这样搞。推塔太慢了，哦，你们两个带两个骸骨都成了。Double kill.